大家好，我是博霸。四月下旬的新刮卡于4月21日上市发行了。这次发行的两款都是老面孔的回归，分别是超级麻将、喜虫天降这两款。第一款是喜虫天降，百元面额的款式，从农历年后就隔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发行。这款每张面额100元，中奖率 33.02%， 头奖30万元，总共有7张。每本里固定出现的奖项是500元约2张，剩下更高的奖项应是由600至1500里随机出现。先刮右边这个降落伞，三个相同金额，或两个一样，加一个乘二，没有。换右边这，不，换左边这边。000，整理一下。喜虫天降这一张，它的英文代码是 TXO， 没有中的英文代码。第二款是超级麻将，每张面额500元，中奖率 40.67%， 头奖500万元，共计有3张。这款是在去年过年期间最后一波推出的，今年则在端午节前夕来打头阵。每本里固定有一张5000元的，只要在10张内找到就不算输，但也还请量力而为。先来刮我们的符号，50000。记得好像它不只会出现一次，梧桐。真的不会只有出现一次。1万，7万，条六条，七条，4万，9桶。八锁，
没有六桶。6万。八。四桶。九条。九条。崩。还是没有了，来整理吧。这张超级麻将，我们中了这一局第十一局的两个六桶跟六万，代码是 FIB 500元。4月21日新上市两款刮卡，在这为大家小小开箱测试完毕了。要是喜欢，就小买一些来试试。购买前请务必衡量自身财力情况，切勿过度投注。最后祝大家刮卡百刮百中，身体健康平安。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及按赞支持鼓励。感谢收看《不补不罢》，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